長雅社嘅活動咧，裏邊仲好熱鬧嘅。咁我呢啲咁嘅文化嘅訪問咧，我請咗呢個叫阿達哥咧，佢叫做劉達文嘅劉達人。我即係達哥咧，咁呢個係最英俊嘅警察，唔係退休嘅警察，所以可以亂咁講嘅。我哋係歷史進步同學會嘅 good friend。是啊，這個是啊，你呢就是我們的班長阿達哥，班長。其實這個名字呢就是Mark姐提名的。進步這件事呢就很緊要，由於這個名字有進步這兩個字呢，我們平時說的事做的事呢都望著進步這兩個字來做事的。現在我們前進的我又不敢跟你了，周日行五個小時山，我前進不到了，在你那裡好玩的。香港其實個郊野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。 Alan， 我們第日叫他講一個遊山玩水的心得因為你看他這麼黑，他真的幾乎日行。我哋通常一個禮拜行一次。啲人咧，啲舊時做開差人好忙咧，驚退咗休，變咗個禮拜都係遠足。係啊，驚冇運動啊，都好 fit 啊，你都。咁咧，喂，咁嗱，你即係我覺得你都係第一次睇咁細幅油畫噶啦，係啊，你真係要講下啦。喂，真係啊，真係。啲外行人嘅意見係好好聽。我咧其實好中意旅行，或者你好內行都唔定。我好中意旅行，我每一次旅行咧都會去啲博物館裏邊睇好多畫。有經驗，包括經驗就唔講得，都係睇嘅經驗咯，即係睇嘅經驗，即係油畫啊，我事實上亦都好中意。不過今次睇到嘅畫咧，竟然真係可以有郵票咁細咧。係啊，我都知道係有嘅，但係依個親眼望到咧，都好驚訝嘅都。但是他又不縮水的，即是他不偷雞的，雖然這麼小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很精緻的，所以我們多謝Mark姐，推薦我們。不要這樣說，多謝我們的同班同學，由你代表向我致謝。但其實呢，就是說你看完之後，證實真的有這麼小，但我也想問你，你當然去看過達文西的《蒙羅麗莎》那些等等，還有梵高那些《咩向日葵》，你有沒有覺得它都真的只是這麼小的？兩尺內。那些畫呢就有大有小，好像《蒙羅麗莎》那些畫呢幾大張下嘅？冇啊，咁細嘅啫嘛。當你去到埋去話嚇乜咁細？係啊係啊，俾你感覺就好似好細，但係今日睇嗰啲咧，仲更加細，細得嚟咧，學你話齋咧就冇偷雞嘅，真係走埋去好即係細心望埋咧，都好細緻，好精彩嘅。咁啊，香港嗰啲地方窄咧，我又覺得香港人咧真係可以試下考慮。擺錢呢個微型嘅香港嘅，即係我哋啲住宅啲牆壁咧，全部咧喺實用嗰方面就已經。如果你話擺咁大幅畫嚟講咧，就比較難少少。如果咁細咧，就有時啲牆邊之間啊，房與房之間嗰小嘅角落。走廊位啊，真係啱走廊。好靚㗎，嗱，我屋企就係咁樣啦。屋企就擺啲畫㗎，就係細細幅啊，咁樣擺喺度咁樣。咁你有冇邊幅你覺得特別印象深刻㗎？嗰度畫啲乜嘢啊？例如有幾幅好深刻嘅，就層次好分明嗰、那個，即係兩段顏色嗰、那個，我大家記唔到個名。有草原啊，有草原啊，好橙色嗰啲啊。有禾草堆嘅咧，嗰啲禾秆堆係咪咧？係啊，冇錯。係啊。同埋咧就啊，真係好靚啲畫，好精緻。係啊，有條魚咧，有一個嗰、那個魚又畫得好幼細咧，好似嗰條即係魚竿咁樣咧。係啊。喂，咁有冇觸動你日後畫下畫咁啊？嗱，你已經周圍行啦，你不如孭埋個畫箱行山嘅時候畫翻嚟。啊，如果可以畫畫咧，我就好開心嘅。但係呢個講
潛質㗎，我都係。唔好講添，咁唔使㗎。你見唔見佢哋嗰啲人嗰時係冇掟去，就喺嗰度畫下畫下嘅啫，畫個成績出嚟嘅。我都好中意，但係我即係要從頭再學過先得喎。我中意睇畫。今日有兩樣嘢啟發你想學嘅，我估一個係唱歌啦，唱粵曲啊，唱戲曲啦，係嘛？那個我學生嗰個男仔可以唱到咁靚嘅花旦聲，係啊，有冇好感動？哇，好感動啊！你個學生咧唱嘅齒喉咧，真係做手咧做得係，甜美啊，係即係好優雅，可以咁講，好優雅。我其實都好中意睇粵曲啊、粵劇嗰樣嘢，成日都跟啲演奏嘅朋友直頭去。可唔可以場去參觀？我都睇唔少。今次即係啊，乜姐你搞呢個活動咧，我感受到真係一個好舒服，好有嶺南派嗰有啲餅食啊。嶺南風氣啊，係啊，啲餅食啊，啲餅食係我以前失落嘅嘢。我唔係好為食嘅人啦。皮蛋酥啊，雞仔餅啊，呢啲嘢咧就令我哇，即係。我少年時代經常去酒樓仔嗰啲酒家仔啊，一食嘅。今日真係好特別。係啊，咁啊，大哥，你會覺得今日不枉此行啊？完全係精彩，精彩！你翻到去歷史進步同學會，係咪推薦佢哋喺呢兩個禮拜咧，真係要嚟呢度睇？係我。叫他哋嚟捧下阿 Mark 姐場，一定 Mark 姐唔喺度啦，都要感受一下呢個嶺南嘅文化藝術，一定要嚟一嚟。Mark 姐唔喺度，畫家唔喺度，唱歌唔喺度，不過咧雞仔餅啊、茶啊、畫都仲喺度，到時見啦。OK， 多謝你喎，多謝你，拜。